随着微创的器械以及手术技术的进步以及成熟，所以很多的一些医学杂志跟证据也显示出那个微创手术处理外伤性的一些脊椎可以减少术中的一些出血量啊，手术的时间、住院天数和感染的几率。那也因为微创的手术的普及化，所以让我们麻豆心脑这边也可以就是针对一些需要治疗的病患，也可以享有像医学中心级别的一些手术技术与治疗的一个照顾的服务这样子。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就是正确以及及时的诊断，这样病患接受手术治疗后才会达到最好的一个手术之后的一个进步以及甚至康复的一个情况这样子。